大家好，我是渣渣辉。关于我跟煞神的事情呢，跟大家说一下。最近呢，大家都在说我渣渣辉不配做煞神的兄弟，并且让我赶紧跟煞神道歉。首先呢，我想问一下大家啊，煞神当初做营销号的时候，全网这么多人，是不是只有我站出来去问煞神你到底怎么了？如果说我不是因为关心煞神，我也不可能顶着这么大的压力去问。第一，我有可能得罪煞神；第二，我有可能得罪全网的粉丝。但是我还是选择去问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是真心实意的关心当时的兄弟。最后你们发现煞神是因为什么原因啊？是因为生病了，所以说你们都站煞神，这个时候都开始指责我。问是你们让我问的，现在骂也是你们在骂我。说实话啊，当初本来我妈这个事情我就没走出来，是你们给我发私信说让我尽快的走出来回归 MC。 所以后来呢，我不管我当时有多难受，我走出来继续给你们更新。但是现在啊，我真的感觉很